爸就等你呢。啊，就等你呢。你俩来了啊？啊。哎，休息怎么一天不着家呢？休息有休息的事儿。那个，我刚才路过你们单位，我看你那车充电呢，我就觉得呀，啊，你肯定是在单位呢。没在那。我去办事儿去了。叫办事儿。我就纳闷个事儿啊。你们家都不舍得用电呢，咋的？你到我开灯的时候，我老那屋也不开灯，你这屋也不开。没到开灯的时间呢。那这玩意得定点儿的，你在咱老家不更是吗？但凡吃饭不能塞到鼻子里，是绝对不开灯的。我过去。我爸去干嘛了？爸来就来了，不要了。爸这么大了，要什么零花钱？要什么压岁钱？爸不要了。没爸不用了，爸不用包，这个不用包，不用那个戒指。没你俩，你俩出脚长那么大，你爸给没你俩？红包不？给过吗？给过二踢脚。这就是条件好了，那小时候也给零花钱。懂事能要吗？嗯。你俩从来都不要，我爸我妈居然给。以前都不是这红色的，四个都给谁的呀？四个人六个百的啊，是不是啊？那时候咱爸都那样给，咱俩不要，咱俩懂事儿，从来都不要。我想问问你，这六个包都有谁的？没有我的，多少钱塞里了？这自己少给点儿。没看着你往里塞呀？妈呀，塞好几张一百的呢，目测的话得有500块钱。点点吗？啊，嗯。这兜儿。这个兜够大，要总缺一个呢，在这里头呢。啊，先准备好，别整个到时候偏向的，这俩孩子容易拿出来对比一下。看老爷给我的，看老爷给我，你扫一张的吧。那不能，绝对不能给你整扫的。你说你这样给我也得给，我不给我有意见吗？你不用给了，那有啥意见呢？钱吗？对呀，那你给，那你给红包时候，你别说这是你拿你给，别说你给的，你别说这是老爷给的红包，你说这是姥姥给的红包。就教你了，就说你给的，姥姥赞助的，姥爷给装的包，就说你俩给的。我转手姥爷的钱，这么说呗，姥姥跟姥爷的，你俩挣钱不都是搁你家吗？都是一家的钱吗？你俩分家分的快过了，就说你给的，完事你俩分开，现在分开了，哪能经济独立了？我说我给的，你那心不得揪揪啊？你怎么老这么说我呢？我抠。我确实是比较抠，但是我不，我得分啥，知道吧？抠自己身上了，先。这怎么还有红包呢？这不红包啊，这是福字儿。装花，把单哪嘎赠送的呀？这咱们单位有的是。那你这往哪整啊？贴咱窗吧。那个对联你俩要不要？对联我家有，都有了。嗯，我跟你们说，爸，就像你比较会过，教你好方法。就一到年底了，各个银行你就进去，他免费送，你就拿那，咱以后不花钱买对联了。俺家今年不贴，过了今年再贴。贴这个，贴这个。这个还凑合。他俩没听说不让给这么多，你给这么多，他俩真的造啊！你让他知道，不粘了。你让他俩摸着。那个，他俩那个酱染成大手大脚的了，就咱不行。多大手，多大个脚？没事儿啊，家里有储蓄罐，我让俏俏看着他，给他塞进去。那都是他的钱，人自己有储蓄罐。你留200块钱零花钱，剩下让他存起来。嗯，不是，现在他们好幸福啊。嗯。我长那么大没有过压岁钱，不是说压岁钱，咱俩小时候从来也不要。嗯，俺也没收着过红包。那你那时候你就更别提了。那时候有套新衣服都不错的，就是的，新衣服年年都有。对，咱二舅妈也给买，咱二舅也给买啊。那时候都是买新衣服，没有红包。我短裤啥都哪儿去了？你不窝你看着了？爸，你这一天都干啥去了？我想知道你干嘛去了。上午这几天，他一样事儿，他得反复的干好几遍，才能把这件事干明白。嗯，对，你就是个大萝卜面子吧？啊，东市场、西市场、河南市场、河北市场的，那我十块你跑遍了，我这一圈省了80块钱，没毛病。关键是你这一天耽误了呀，没烧油啊？咋走道去的？骑电动车走的，怎么能烧着油呢？那充电呢？充电哪能有多少电？那你怎么搁三轮车拉，搁电动车驮回来的？骑电动车去买完了，完了钱交完了，回去骑三轮车又拉回来了。爸，那我想问一下，你这一天的时间怎么算呢？时间是金钱吗？一天没搭着影。那我啥也不去干，我在家一躺，这不也就是那么事儿了吗？上午
这两天这个事儿太多了，上午在那个跟在门卫了跟那个看加班了的。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啊，看我发保险柜啊，把钱藏保险柜谁偷啊？哎呦我的妈呀！这还有点吧，这还有个硬币呢，一毛钱。那钥匙好使吗？必须好使啊！爸，你那里有钱吗？我想知道。没有钱。你一般有钱？打开看看里头都有啥？看，还有密码。好吓人！我爸还有个小金库呢，还有密码呢。给我的，后来又要回去了。这要是小偷来我妈家哈，都得哭着走。我爸从来不在家里放钱。那保险柜，你不能要他，只要密码，绑谁呢吧？不是，就是谁把他偷走了，回家就是找个开锁公司，不够那个功夫钱呢。绑就走了，还有开锁公司。那回家打开也打不开呀。两大锤子打开。两大锤呢，往外头地上一推就走了。哎呦，这急了不往下掉，它有什么用啊？这要命啊！是哪来的保险柜，知道不？知道。之前那个物业经理给我的。啊哈。完了。这啥给我老给我老整哭了？我跟我姐寻思给我老点零花钱，过年了嘛，我老家整哭了。他们都能挣钱了，你给什么？老，你不能这么想，这是俺们俩的一个心意。我知道你心里。上他一来了就跟我说，我想给我老来钱，他老骂俩。老，你不能骂，有的是来，你说咱打麻将有啥？没有麻烦的，有什么麻烦的？老，你这么想，谁没有老的钱？人家说了，你养我，小子那老，那这玩意就是一份孝心。给你钱够不够孝心吗？就是你。那这奶奶咋好几年了，你奶奶没孝心？完了，给我老整哭了，不是我整的啊、哦。那俺俩人寻思一片心意嘛，那样，不愿意要人钱。我的一身孝心，你要是不走，我就去给你买东西了。你看我今天啥也没买，你看我妈家吃的啥都没买。你说还买啥？哪不大都来。老，哎呀。老，别咱掉眼泪了。你说俺俩野货了，你说我都不敢上那屋了，就让我姐说吧。能活着你就开开心，你别精神内耗，别想那么多。